您是否还睡在潮湿不堪的被褥下？您是否还睡在无数的螨虫包围中？您是否有三个月都不晒一次被子床垫的坏习惯？梅雨季节，处处都是湿气和看不见的螨虫，晾晒后的被子还有螨虫尸体和排泄物，还有可能沾上室外的花粉 PM2.5。 螨虫虽小，危害却很大，可能会引起家人的健康问题。它们隐藏在被单、枕头等地方，肉眼看不见又难清除，我们家人的健康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谁来拯救我们的睡眠？新一代虫螨英雄横空出世，高度还原，自然晾晒，防止外界二次污染，只需触屏0.3秒一键唤醒，高频双拍打头，左右加工无盲区，除螨1分钟等于晒被6小时，长达24.9厘米 UV 紫外灯，比传统除螨仪紫外灯长1倍，照射能量加强，253.7纳米紫外线波长，有效杀菌消毒，多重呵护家人健康。抬起高度45度，自动关闭紫外线，防止泄漏。300瓦大功率电机，植入式风道吸力强劲，吸走螨虫尸体和人的皮屑，防止螨虫滋长，再无后顾之忧。床垫、沙发上的灰尘、毛发、棉絮、细小颗粒也都能轻松搞定。双重精细 HEPA 过滤，有效阻挡尘盒里的灰尘与螨虫再次进入空气中，避免二次污染。0.4升大容量尘盒，轻松拆卸，可水洗，重复使用，清洗不费劲。适备除螨仪 P8， 让您与家人美满幸福。无论晴天还是雨天，无论上班还是放假，床铺、沙发、玩具、地毯全面出击，再也不用花大把时间力气晾晒被单，轻轻触摸按键打开，开始除螨新体验，还您健康、舒适、安心的睡眠环境。适备除螨仪 P8， 安全卫士天职除螨，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